點解要跑咁快？係要跑咁快㗎，因為正所謂阿婆跑得快，一定有古怪嘛。點解咁急要嚟呢度呢？因為我係阿婆啫，你唔係阿婆，唔使咁急嚟嘅。呢度賣咩呢？專賣 figure 公仔啦、漫畫啦、手繪畫啦，所以好多香港鍾意儲 figure 嘢啊，鍾意睇漫畫嘅人呢，都會特登嚟呢度朝聖嘅。呢度除咗有漫畫賣之外，仲有漫畫嘅 product 買啊！我最中意買衫噶啦，大家認唔認得啊？劉春風，仲有揾到我嘅摯愛啊！三井壽，三分黃，買唔買好？4500一件真係要買，200多蚊件波衫，嚟啦！俾錢啦！在啲咁樣嘅地方，杜如風都可以買到衫啊！戰鬥能力係幾咁強勁啊！送俾人都好啊，係嘛？過到嚟呢間商場又點止買衫咁簡單啊？點都要睇下啲 figure 模型啦，順便尋找下我嘅兒時回憶啊嘛！反正我又唔怕暴露年齡嘅。Come in, love, come in.来吧，其实我自己好想买呢个63咧，4000港纸，咁就贵咗啲啦。我又唔识揸电单车，我冇理由揸住架私家车，戴住咁嘅头盔噶。呢一格全部都系无面超人里面嘅 character 嚟嘅，咁咧其实香港好多都有噶啦，但系最边呢一只咧喺香港就好难揾到啦。咁係買埋佢啊，3480 yen，仲唔買？你啊，黃金聖鬥士，隔離有個黃金叮噹咁得意咧，仲有個粉紅色嘅隨意門啊！如果我真係有一個隨意門，我一定會開一間旅行社。搭飛機呢，以後都唔使捱搭飛機嗰啲辛苦啦，一攬過嚟就到咗巴黎啦。好掙扎，真係好掙扎，10000 yen就真係唔貴，但係咁大個，你識唔識佢啊？大踏步尋前確威武，小小巨型路寶，人人皆知道。我係睇第三次重播先至識唱嘅咋。你想不想？終於找到了，終於找到一個不買不得的 figure 了。哇，這隻公仔我找了很久的了，終於被我找到了，那當然二話不說帶他回家啦。不過他一個人很悶的，那不如買你吧。最多都是買一個小勞寶，真是貼重的，你看生咗瘦噶啦 ，OK。林林婶婶买咗5样嘢，成为37800蚊，好意头啊！我妈心脏病发啦，呢度唔得啦，嗱，好，我哋跟住嗰几集咧，全部都净系食嘢嘅啫，唔会再有买嘢睇啦。